后主秘，我们最会讲话的婷琪大哥，谢谢小王公家乡在你后面哦，一起博家粉。那因为我有机缘哈，加入这个交邦野史指挥，然后就认识了我们李瑞阳理事长。那中华安康扶贫关怀学会，他已经做这个爱心呢，就是偏乡助学这一块，他已经即将迈入第十二年。那我加入交邦也算是新生啦，也在学习。觉得说，感觉就是这个爱呢，做善事这一块，会让大家很开心。那我们就多，就是用影响力吧，就是让我们的师兄师姐，大家得当付出更多的爱心来帮助人。啊，因为也知道说经营一间学校，要照顾学生，还要顾家长的心情，然后行政，还有社区的部分都要照顾，还有老师，在硬体方面，应该政府都会投入很多的资金，但是软体部分可能会比较欠缺。那因为师兄他们已经助学了十二年，那我看到觉得我们西滨这一区的学校应该 也需要一点注意的。那今年算是第一次，那也希望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多多募款，然后让每间学校都会有多一点的校务基金。那以上，谢谢。我们想感谢好朋友吼，来感恩弟兄吼，啊，真不简单吼。